好像很久没有由我开头的影片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要去台北社冈了。那因为鱼缸已经先送过去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很幸运叫车过去。我们开车的老板，嗨，高速公路叶斌。我们今天要坐的是鸿海的 XL200， 那我们就前往台北喽，走吧。好，那我们已经到他们家门口了，那我们一起进去看一下。哎，怎么又是你？又是我。那我们等一下来呢，就会来帮他装这个鱼缸。好了，蔡伦跟大家打个招呼，耶、yeah ！好了，蔡伦其实是我们认识很久的朋友了啦。那从我大学时代就认识他了，非常开心，就是他就是出来出社会工作以后，然后哎，没骂我。那就也是很开心，他出社会之后还是要继续回来这海水缸，那这缸子也是来找我们制作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开始来帮他把鱼缸给装好。啊，忘记讲介绍一个人了，哎、欸，他怎么不见了？哎，这，哎，这是我，这我以前的老室友。我们都是老屁股。没错。你们都是老屁股。那要背那送。OK， 那就这样，我们继续来，我们等一下就来帮他装鱼缸。来展示一下你的电动沙发。哦，电动沙发现在都有啦。现在 买沙发都有电动，只是很舒服，这款很舒服，没错，很符合人体工学。哦，它、啊、这是它的 logo， 是不是？它的吊牌啦。哦，为什么长得很像安全带？吊牌什么吊牌 ？Selini。我们来检查一下。直接看都破掉了。哎、欸，你干嘛这么没有自信？对啊，拍成吸尘器用来射缸非常方便。真的，只要我们订阅突破500,000，应该就接得到。哇，昨晚我们就觉得有机会了。直接用这个胶把它贴起来，比较不会掉。那、啊、你如果以后要拿下来的时候，你记得不要直直的拔下来，你用转。嗯，我知道。所有的那种胶都是用拉的，会用转的。这个直接度你。哦 ，VHB 对不对？对啊，供我们这个他自己准备的无线 WiFi 的这个插座控制器啊、嗯，我们就直接插进去，到时候就可以用，在外面就可以直接连线控制它的灯，因为这个灯是手动开关的，那就接完这个以后。也不算智能啦，就是可以控制的。其实因为这瓦数都很小、啊，如果你今天的马达是像我们那种大型100瓦，那就不能这样，那连线都会热、嗯。那这个都不会。冷水机也不能那样放，所以是中小瓦数的话就可以这样放。嗯。哇，这不愧是水族的老板，老板好棒棒。不要再讲瓶口刚刚喷气了。好棒棒。像庆功宴的感觉。装缸子装到一半，先吃庆功宴。好，因为装都还没装完，我先吃饭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装一半，噔噔。东西来就等等，很开心哎！老朋友聚餐 ，OK， 那我要来吃了。这个鱼缸3年了，然后里面那条小手啊，它先躲起来了。里面那条小手3年了，对，然后中间经历过一次翻缸，一次几乎快倒缸，然后活到现在。哎、欸，不错哎、欸，真的很美。不过三年这么久了，我们已经卖给你3年了。对，当时就做鱼缸，然后一开始的时候，其实造景师有换过一次。一开始的时候，它不是这批造景，灯什么也都换过，后面的是那些外挂什么都换。这个缸子本身有重做，对，但是这个缸的这个精神是就里面的东西就是延续的、就是，对，里面的东西就那条小手了，那条小手活了3年，其他软体有些时候建模的时候小手换。里面它软体也都是同期吗？软体不是了，软体是翻缸之后的新进来，大概1年吧。这刚快1年了，就当时跟前任分手的时候做的，的快要结束的时候做的。那时候我还记得他的时间是因为他印象那个他在那个时间点，后来一直到现在已经有又交了新的女朋友。那你有跟现在女朋友讲这个事情？还好有交新女朋友。那你有跟现在女朋友讲这个鱼缸的事情吗？我觉得这个影片发布之后，他就会知道。所以现在我们换了这个大缸子以后，你之后2个礼拜后就可以把这小缸子给撤了。2个礼拜，还是1个月吧，1个月。养好水以后就可以把它撤。其实养水还没完全完成，只是缸水直接翻进去了。可以，但是因为它的活食量有点太少，嗯，就太真的是少到跟那个比起来，就少到一个不行。嗯，
所以说你这样直接放进去，它系统会不太稳定。所以还是等培菌到一定的量之后再。对，这个活石量差太多了，并不是水体的关系，是因为这个活石。到时候可以先丢一颗螺进去。可以啊，反正你有些生物嘛，到时候你就是要、啊、要试水的时候，就从这边挖点过去试试看。其实我还没有听过谁试水失败。就拔一个唐伯老，那个褪色唐伯老先去当第一批，然后那个这个缸的那个八爪已经泛滥到已经莫名其妙，整个山头都是八爪，以前不没有预期要这样的。那个加勒比海的、啊、就比较会长。对啊，到时候可能只能进去一点。对，我进新缸可能就抓一戳进去。然后你可能要放在独立的石头，你不要让它长到大石头上面。整个石头就全部都是八爪，独立的岛就对。对，独立的岛。对对对。他们会跳岛吗？不太会，不太会，不太会。它通常都是要爬的，嗯。那 over 就是有一两头被虾子会弄掉，然后飘过去就，它就会在那里落地生根。那边很好处理，拿那个海葵要把它比较好。对，哦，它这个这缸种过一次都是海葵，曾经种过三四颗，然后我是用那个市面上有卖在卖那个用打进去的。用打一根针筒啊，因为不业配，我就不想打一下，但打，我猜得出来啦，又用针筒嘛，对，用针筒抽一点点，然后就打进去这样。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到过乐福海。方山，那小月有卖吗？有啊，下方链接，请在下方链接购买，谢谢。啊，旁边还有放的小薇的那个，那种吧，可以有，可以，对，可以，就买了，我后来发现要搭配蛋白用，效果比较好。推荐小薇也有小缸神器。哦，蛋白，下方链接，大家请自己下载。太好笑了。我们是不是做完都要给蔡伦钱啊？这小薇的忠实客户啊！又来了，糟糕，怎么办？要付钱了。我现在就有装啊！你看，大家看，我现在就有装。对，这个滤镜是我在一开始的时候，然后我当时买了，一路到现在，是很好用，而且不会坏。对啊，对我旧家就一直挂在我那个书房的那个台子上。啊，要拍照都很方便。对。然后现在就咳咳到现在都还有。那我们等一下吃饱以后，我们就继续安装我们的鱼缸。其实我还蛮喜欢那个白的，因为我觉得拍照还蛮好看的。对，它那个是很好 ，RS 很高。它那个是设计给 FO 养的，然后它那个颜色下打下去的显色会比较好。好，鱼缸都做完了，鱼缸都搞定了，灯啊、造景啊、蛋白机、造浪，看起来很棒哎，全部做完了，然后整线也都做完了，很清爽。接下来一件事就是要灌水，一定在这里装水吧，阳台对不对？没有，那个在这边，在这边，哦，装阳台哦，这不是阳台吗？对，还有地，还有另外一个地方。哇，真豪宅哦！我荧幕也太多了吧，好夸张哦！我这个荧幕是我在六楼会用的，你把它接得很好哎。对，我就因为用三块一模一样的东西，你也像操盘师哎。好，我们很想要做一个仪式感，就是用好之后要怎么样给客户一个仪式感，因为一直在想是不是下水的时候买一个螺，然后跟他说锵，我们恭喜你开缸，对，就有类似在想这件事情，不错，其实不然你就抓完就少了一个那个 stado 的感觉，哦，哇，其实蛮快的耶。从今天开始我们会养水一个月左右，所以第一次也就是现在我们会用自来水来开缸，这是完全没问题的。但之后养完水之后放生物，我们可能以后就要用 RO 水了。哦，这个没有灯啊，没有做灯，没有做灯，那为什么没有做灯？就觉得不太需要。哦，这个。这个很酷哎，你这个是枪柜哎，是枪一比六的，一堆小一堆可爱的东西。这个以前叫 BB 战士哦，看看它的 BB 战士如此多，很多只。下面那个是啊，那个是组装的，对，类似 SSD。哇，下面是一整个装甲式的火力啊。这个军武的，这个我其实比较不懂。对，这个有德军，有苏联，有美军都有。对，就是二战的，我只收二战的模型。我下面这有一些居酒屋的一些小模型啊，一些酒瓶啊，这些我都像这个就是烤王，对不对？这是没错，哇，好酷哦！唐瓦吉的烤盘，唐瓦吉在这里，还有瓦吉。对。那我们现在讲一下这个利差的这个新的补灯，它的控制器是怎么样的一个操作方式？那这个虽然它是补灯，但是因为它的这个照射范围跟它的光谱是很 OK 的，所以当主灯用也是可以的，你只要再多放一只就好了。那你现在放两只，其实养一些基本的软体也够了。那这控制器是这样，它有四个按钮，
我们先从第三个按钮开始讲，这个电源键，电源键就是开灯嘛，那现在是关的，我们按一下，好，它就会开灯，那我们再按一下，你会发现颜色会改变，那它这一共就是有三个频道，第一个是全关，我们按一下呢，蓝灯的频道会打开，我们再按一下，是单纯开另外一个蓝灯的频道，我们再按一下呢，就是两种蓝灯一起打开。那我们现在如果是在这个两种蓝灯一响开的模式下，我按第一个跟第二个可以分别调整两种蓝灯的强弱。像按第一个，有没有？它的某一种蓝灯就变得比较强。那它是往复式的，它调到最大以后，它就变成最小。那我们看按第二个，有没有？它就变成绿。那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两个去调整它的颜色。那我们两个一起打开给你看一下。其实我觉得这样就很够了，应该也不需要再补了。嗯，我觉得好亮哦，是这样。可是它等一下等把水放完之后，会不会就变暗了？但是对软体来说，其实这样也够。因为我看这灯呢，有分成两种规格的。那其实你看外观都是一样，那主要的差别是在它的透镜。我们第一个呢，前面帮你装的灯，它的灯是这样子打的，它是往直直的往下打，跟往斜向内。所以你看我手这样放进来，它灯不会这样散出来，所以这边不会有太多的打灯出来。那这边呢，里面的就是做这样子的，就做一般的灯的照射角度。靠近外面这组灯，原本正常灯应该都是这种角度的。外面这台灯呢，它是有设计师可以把灯全部都打在浴缸里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灌海水素。这整个缸子呢，它的容量是上缸是158公升，底缸是40公升，所以大概220公升。抓200。我们今天的组合很有趣，我们是用 AF 的杯子。配上这个 TM 的海盐，但是容量都是差不了太多，我们就直接倒。那因为这个我们抓200公升，所以我们先倒个18尺，等到这个溶解完以后，我们才有比较好做微调。水是放热还是吸热？化学反应，这个是放热还是吸热？大家知道吗？知道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。哎，不错不错。对。活食还是要放的哈。就我们养水呢，有放点活石会养得比较顺。虽然说这个枯老石直接养也可以，不过就要养很久，所以我们还是用点活石带一点这种天然东西进去。那为什么要这样放呢？比较容易把这些菌种还有这个藻类带到这个石头上面，那你的石头养成速度就比较快。你总是比放在前面这样子，要这样子腾空跳过去还要来得快。准备一些小颗的，那这些小颗的呢，之后如果没有用到，因为我们之后养完水后其实是要拿起来的，你可以再把它放到底缸。拿个孔径比较大的滤袋装起来，那就一样可以当做滤材使用。你滴定机建好了没啊？差不多了。好，应该很整齐吧？我看。好，看到了。好，我们先预留好这个滴定的位置，因为现在还没有生物，还不用接滴定机。对，然后这边长度也留比较够，到时候它就可以把它拿出来，然后换完东西之后再把整个东西放进来。好，那我们装完了，太棒了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今天这只松鼠只要有拍到动物，它都在最前面。完全没发现。没有人发现这是松鼠。因为这只是我女朋友送的。只有这只是她送的吗？求生意志强。目前只有这一只，所以这只代表她，所以她说这只代表她。她超可爱的。求生意志强烈啊！哦，好。你看灯架还可以放女朋友送的礼物，不错吧？方便。我待会可以对照一下前女友的鱼缸跟现在女友的鱼缸。对。还对，好伤害哦！那个等级怎么不一样啊？对，又安静，然后又高级。好，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在蔡伦台北这边做的这个红海量子缸。好，那现在时间也晚了，我们做完了，那我们现在就要回家喽，拜拜。他们还在研究他们的小鱼缸，你看，各位拜拜。拜拜。